哦呦，这棒喷出去了吧？看着球撒腰，那 home run！ 哦，这个被咬到啊，这只能看着球离开了。哇，这真的也千里之外啊！这个出去的这个气势，你就看到曾松恩也真的只能目送这个球。哇，就速度相当快啊！升了第三轰。来看这个球掉在比较高的位置哦，我完全就被扫到，这还是一个带一点皮的一个击球的一个方式。但我觉得主要是失筒，因为他那颗冰球这样没有掉下来。